掉出来了，掉出来了，真的掉出来。先问过婷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亲啊，我们就是要亲。那听到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就好吧，也只能这样啊。没有练习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这，我觉得这还好，这对我来说还好。用防护措施吗？哦，就是贴胸贴。嗯。那我的尺度在哪？我吗？跟大妈妈的尺度差不多。我没有那么大掉出来了，真的掉出来。这个桥段是两个人会一起想出来的啊，当然是他自己想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要跟他亲啊？这有点为难，很为难。他会害羞啦，他是害羞。然后我是想说，因为小时候呢，从婷婷出生，我跟我先生我们一起就是说，只要小孩子要出门啊，或者偶尔我们都会亲亲跟抱抱。那自从呢他们开始青春期变少女之后，就很少有这样子亲亲抱抱的这个动作。那所以我都很珍惜我跟我女儿相处的时间。那我这次呢就是特别就是跟文总提到，就是说最后我可不可以跟我女儿一个亲吻，这样子是一个妈妈对女儿的爱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是很珍惜当下，就是希望表演能够很顺利，然后把这个讯息传达给所有的一个当妈妈的心情，就是天下父母心嘛，然后是多么的爱女儿这样子的这一个动作这样子。所以你先问过婷婷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亲啊，我们就是要亲。那听到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就好吧，也只能这样啊。没有练习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这，我觉得这还好，这对我来说还好。用防护措施吗？哦，就是贴胸贴。嗯。我的尺度在哪？我吗？跟大妈妈的尺度差不多。我没有那么大。放寒假前是在期末考的，所以他不断的在读书跟考试，读书考试。所以他是现在是三年级嘛，大学三年级，所以呢，他就压力也蛮大的。再来就是要，这一段舞蹈他其实是。他选的舞曲对不对，选的舞曲，然后在我们只排两天而已，对，只排两天，那两天大概都排三四个小时，他其实是有舞蹈的基础，所以他对他来讲并不那么困难。可是刚刚他上台他紧张的要命，第一次在这么大舞台表演，感觉怎么样？压力很大吧，我刚刚一直在捶我自己，然后就觉得压力好大，但也没办法，就是要面对。那现在心情好多了？有啊，就放松啦。